还得玩着，就是非常的嫩炒啊。待会儿看一看这馅儿，待会儿看一看，非常的滋润啊。红烧狮子头想要做的好吃，在肉的选择上也是非常关键的。圈哥搭配的是精肉和五花肉，这两种肉各半斤。要是做红烧狮子头全放精肉的情况下，口感会发柴，吃着不嫩。肥肉要是放多的情况下，吃就比较腻了。所以说圈哥搭配的是三肥七瘦这种肉质来做红烧狮子头。首先咱把肉先去皮，然后切成大块，然后咱把肉放到绞肉机里边。如果家里边没有绞肉机的朋友们，用刀剁也可以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朋友们看一看啊，咱们把肉馅绞成这种状态就可以啊，有类似于小米粒那么大的，哎，有类似于高粱米粒那么大的，就这么穿插不齐。跟你说，哎，口感是最好的，味道是最香的。然后咱们放到碗里边，然后咱们切点生姜，把生姜切成丝，好，放到盆里边。再切点大葱，好，锅中咱们加入100克清水，放两瓣大料，再放点花椒粒，咱们熬点花椒大料水。汤烧沸之后，咱们保持小火煮1分钟。咱们先放到碗里边，待花椒大料水自然放凉之后，咱把水倒到大葱和生姜里边，然后咱用手使劲这么抓，把葱姜里边本身的汁水给它抓出来，这样能更有效的去腥增香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肉馅里边咱们加入2克精盐调底味，再少磨一点点的胡椒粉去腥增香，然后咱们搅拌均匀。咱一定要先放精盐啊，先放精盐，咱们抓拌肉馅能把肉馅给它抓拌起黏的状态。哎，这小盆太小了啊，春哥换个大点盆，家伙事小施展不开呀。然后咱们一定要顺时针这么搅拌啊，多搅一会儿，把肉馅搅到起黏的状态。好，现在肉馅就非常黏了，朋友们啊。然后咱们葱姜花椒大料水分2次到3次打肉馅里边，你别夸嚓一下全倒里边，那水打不进去，朋友们啊。只有肉馅里边水分足，咱们吃着玩意口感才不会发柴。好，这种它又黏了，咱们2次加入花椒水。好，最后1次加入花椒水。好，现在肉馅又起黏的状态了，咱们简单调味，加入海鲜酱油8克提味提鲜，蚝油8克提味提鲜，鸡精2克提味提鲜，白糖1克增加回味。哎，然后咱们继续搅拌，把调味料全部搅拌融化。咱的肉馅里边啊，也可以适当的放一些山药米或者是大豆腐、马蹄儿都可以。圈哥就爱吃肉啊，所以说啥都不往里放。然后咱们放点玉米淀粉，玉米淀粉大概放10克左右啊，淀粉不要放的太多，淀粉放太多吃着口感会发面。最后咱们再放点芝麻香油，增加丸子的香味。好，这种状态就可以了，朋友们啊。就说肉馅圈干保证啥呀，就现在我没炸，做熟之后就这丸子保准好吃。锅中咱们加入食用油，哎，趁烧油这功夫，咱们把爆锅料头准备了，生姜切片，大葱切厚片，再放1瓣大料，3根干辣椒，香叶2片，桂皮1小块。油温到60热的时候，咱们开始炸丸子。炸丸子之前，咱这手啊，哎，给它拍点油，这样更光滑。在家里边制作，圈哥不建议把丸子团的太大，因为家里边锅都小啊，团成圆形。然后咱顺锅边这么往锅里边放，哎，顺锅边一放，小心别把自己烫着。看川哥手法来，听见吗？咱大概一个丸子这么大，用手来回这么倒，就这么倒，非常简单。看见没，朋友们，就这么大就可以。然后顺锅边往锅里边一放，
这时咱们一定要小火的，朋友们啊，不能大火了。丸子全部下锅，咱呢把丸子给它分开，粘在一起的给它分开。圈哥是做了八个丸子啊，在我们饭店这统称叫啥呀？叫多喜丸子。圈哥这丸子炸了能有两分钟左右，用手一摸，外边的皮儿噔噔硬了啊。然后咱们倒入控油，锅留少许底油，咱们下入料头，把料头炒香，把料头充分炒香，顺锅边烹肉料酒，挥发蒸香去腥，再烹肉酱油，提味提鲜，烹出酱香味，然后顺锅边加入开水，汤烧沸之后，咱们加入10克蚝油，提味提鲜，再放入8克老抽调颜色，鸡精2克提味提鲜，白糖1克调回味，再来2克花椒面增加复合味，然后下入丸子。咱们汤一定稍微多添一点，朋友们啊，因为咱们这道菜呀需要多炖一会儿。虽然说丸子现在已经达到8分熟到9分熟了，但是咱们最低得炖1小时，这样才能起到哎肥而不腻，瘦而不柴，吃着口感非常的软糯。圈哥今天做这道菜有一个失误点啊，圈哥必须得说出来，就说咱们和完肉馅之后啊，没放玉米淀粉之前要往肉馅里边打一个鸡蛋啊，鸡蛋呢能有效的起到让肉馅粘合在一起，让肉馅的口感会非常的爽滑。所以说圈哥的鸡蛋忘放了，大家伙哎，千万不要忘了这一点啊，圈哥都忘了，你们大家伙可千万不能忘啊，一定要想着点啊，得放一个鸡蛋。然后咱们盖上锅盖，保持中火炖煮1小时，一会儿这1小时的时间到了，咱们打开锅盖，朋友们看啊，汤汁正正好好的，大家伙看这丸子的状态是不是非常有食欲啊，哎，就要这种状态。然后咱把丸子先剪出来，然后咱们把料渣打出去不要，哎，然后咱们用湿淀粉打点芡汁，哎，好，这种干稀度就正好，朋友们啊，好，关火，咱上面再蒙一层明油，这样汁芡更加的明亮，哎，浇在丸子上边。菜做好了，圈哥呀，先替大家伙品尝一下味道，待会儿看一看啊，看这丸子，就是非常的嫩稠啊，待会儿看一看这馅儿，你说吃它能不嫩吗？非常的滋润啊，圈哥先尝一口啊，哎我的朋友啊，太香了，吃这一点都不腻，朋友们啊。一点都不腻，而且肉馅也不柴，非常的鲜嫩，就这菜吃饭一点毛病都没有，朋友们啊，啥毛病没有。如果大家伙啊要信得着圈哥，你就按照圈哥这么做，绝对好吃。要不好吃的情况下，你来圈哥的评论区里边你骂圈哥的好吃，圈哥连屁都不带放，真的刚刚好吃。哎，那么好，视频到这里呢，一道家庭版的红烧狮子头就制作完成了。如果大家伙学会了，或者呀能对您有所帮助，希望大家呀能给川哥留下一个免费的赞，支持一下。川哥在这里边先感谢大家了啊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